因为国民啊，这个人他非常极致。我所谓就是说，他做什么东西都会用到最后一分力，然后要拉学生就非把他搞到不可。然后那个他想把金门垃圾全部捡完，把草全部都，他是做一个他是很强悍而很极致的人，所以他我们希望有一条比较摇滚味道的歌来形塑他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制作人从一开始在设计那个片头，你就看到少伟从头一直跑，然后也看到我们整个金门这个很美的风光，其实整个在片里面都看到。